量讲，从三一九发生以后，民进党其实关心的人不是很多啦，这几年只有我锲而不舍啊，立法委员换了好多次啊，他们对本案哈、好像没有兴趣，大概跟他们选票无关了，所以我也希望蔡总统要正视这个转型正义当中，我想三一九是一个很重要的救助证，尤其如果袁弘斌教授所指控的是真的话，那真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任何人不能说。发生这个蓝营质疑陈水扁总统自导自演，所以马英九先生一天到晚在骂那个陈总统为什么三九没有把他办清楚。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质疑啊，马总统有足足八年的时间，哪一天听他提到三九？那他指挥之下的特侦组啊，当时明明有一个三一九的这个专案小组。那办了半年，怎么一点声息都没有啊？真的那么笨，没有破案吗？或者是已经知道答案了，跟他们当初污蔑陈水扁自导自演刚好相反，所以他们讲不出口。那现在蔡英文总统执政啊，他当然有权利啊，也有义务啊。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更应该把这件事情认真看待，因为立法院通过的三一九真相调查委员会第一条就是说，只要本案的真相未明，立法院随时要对真相进一步调查。所以我是希望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应该要针对这个本案重启调查。那今天我会引述这个北京大学在澳洲投诚的一位袁弘斌教授他的一些证据，但是因为他本人赶不及回来，他说他下个月回来台湾，他会负所有的责任，所以我会针对他所掌握的历史透露，好吧？